大家好啊，我是空气先生啊，大家不用怕，空气散播这个环节呢不是要来播毒的，只是呢我想录一些呢关于疫情的资讯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的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赞好和订阅啦。订阅制隔离那里有个钟仔的，按着了之后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啦。订阅是不用付钱的。下集见啦，拜拜。